转前门市。好，那这位帅哥也有拿着我们的 DM 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大家有拿到我们的活动 DM 吗？上面有优惠资讯好不好？而且呢，特别是因应我们情人节的优惠方案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呢，这一次情人节到底远传让大家能不一样的优惠方案在哪里。而且呢，有些赠品要送给你们，所以呢，请所有的朋友呢一定要拿着我们活动的这个 DM。 那同一时间想问一下大家，有人知道今天来到远传电信呢有非常多的优惠服务，在 DM 上面有写吗？有，哎，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来的可能没有很久，因为上场我都没看到你，没关系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声的讲出来，第一条的优惠折扣是什么？新生办洗码佩戴398+755方案，755还是775？775方案。然后呢？限量送。82 House 水漾。美妆旅行组，哎，水漾这两个字一定要记住，因为水漾天星就在这里，水漾天使在我们旁边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个礼物要怎么获得？再来播送一次，如果你是新生办或者是西马呢，参加我们的远传电信，而且呢，费率是多少？又忘记，你看你一直看前面侧面好不好？如果你有怎么样搭配398+775的方案，就送给大家 Amy 手上的这个水漾天使手上的水漾旅行组，你们想要吗？想。所以要怎么样获得？又忘记了。对，新生办或者是西马参加我们远传电信这个方案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场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情人节特别办手机给你心爱的 lover 呢，就可以直接可以获得我们旅行组咯。所以你们想要吗？想。但是因为你们现场可能有的有手机了，或者是已经有申办过了，所以呢没关系，我们一样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。所以呢，待会呢回答大声的，我们要送给大家我们手上的 BB 霜送给你们咯。那没关系，因为有一些是男生，对不对？有些是女生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像韩系的美妆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而且最重要是怎么样，擦上去气色好不好？好。而且呢，可以让女神清气爽哦。而且如果空气脏的话呢，擦上去可不可以阻隔一些脏空气？可以。所以你们想不想要我手上 BB 霜？想。想。想问一下后面的帅哥，想不想要？爱不爱美？自不自恋啊？非常自恋，赶快送给你一个 BB 霜好不好？因为呢，可能有女生啊，有女朋友啦，或者是暧昧的对象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，打扮得非常的干净啊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你上一场是不是有来过？有啊。啊，你不是答应我你会擦？怎么这一场活动你还是很黑？好了，答应我下一场活动一定要擦我们的 BB 霜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的话流汗怎么样，还比较好看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想要我手上 BB 霜吗？想。后面的朋友遮住嘴巴是想要还是不想要？想要。想要你就不要遮住啊，有蛀牙对不对？想不想要？想。好，那赶快送给你给我们 BB 霜好不好？答应我待会怎么样立马擦上去，气色会很好哦。那除了送给大家 BB 霜之外，还要继续的介绍远传，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远传电信有没有很多的优惠活动？有。有啊，上次如果你有申办我们的这个手机，刚刚有说过有优惠之外，如果呢你要购买我们智慧型手机或者平板电脑，可不可以最高限折1000块钱？可以。最高限折多少钱？1000。多少钱？1000。1000块钱，这样有没有很多？有。意思是假设你买一次手机好不好？15000给你了，这样子是多少钱？可以带回去？14000。所以划不划算？划算。超级划算，对不对？赶快送给你给我们 82 House 的 BB 霜好不好？动作要慢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拍照。好，有拍到，很好。好，谢谢这位帅哥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你们笑什么笑那么开心？再来呢，如果你有购买我们精选配件，什么是精选配件？你们知道吗？是什么？请看你的右后方好不好？那边有很多精选配件，像是你想得到的手机壳有吗？有。那想得到的耳机塞？有。耳机？有。平板电脑的壳？有。还有什么东西？保护套很好，就是跟我们壳不是一样的意思。屏幕的障碍。哦，屏幕的保护很好，好，非常好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你如果购买精选配件，都有8折的优惠吗？8折起的优惠，等于是很划算啦。因为情人节直接折扣优惠给你们，就是在我们那边精选配件那里。所以如果你有智慧型手机的，有没有卖掉？待会直接去那边来做选购咯。那除此之外啊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 AV 甜心呢，刚刚在我们舞台活动结束之后，有来到现场停留在我们活动现场吗？有的。你们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吗？拍照是不是？拍什么照啊？合照。那
围，所以我们欢迎，如果你有男朋友女朋友来到现场，或者老公老婆来到现场，可不可以请我们的 AB 甜心帮你们来拍一下甜蜜的拍立得？可以，而且有没有让你带回家？当然是有的，甜蜜拍立得长什么样子？就中间下面这个照片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还在玩手机？有看到对不对？所以你想不想获得甜蜜拍立得？很想对不对？待会给他带女朋友来到现场就可以。如果没有没关系，找旁边的好朋友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想获得甜蜜拍立得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呢，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标点帮我们打卡一下。知道打卡要怎么打卡吗？不知道，待会问 AB 好不好？问我们水漾甜心就可以，水漾天使就可以了。他们说我在远传什么什么店，然后呢，今天是什么情人节什么那个最长的地标就可以了，就再送给你们我们甜蜜拍立得。还有一个方式，现场的有智慧型手机请举手。就你有是不是？那请问一下大哥，刚刚有下载我们应用程式吗？下载完了。下载什么 ？All Music。那请问这个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听音乐。听音乐，还有呢？下载喜欢的音乐哦，很好。所以呢，现场朋友，如果你们想要听音乐或下载喜欢的音乐的话，待会可不可以帮忙下载一下 All Music？ 可以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还有送给甜蜜的拍立得咯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舞台活动也有很多的东西要送给你们，所以我一样继续送给大家我们这个韩国来的哦，在我们台湾也有贩售的 BB 霜送给你们，你们要不要？要。所以呢，爱美的男性朋友也有福了，爱美女性朋友也有福了，因为今天来到远传电信呢，特别跟我们韩系美妆品牌来做合作，就是要送你们很多的礼物。那我要问一下大家，刚刚说了都是讲远传电信的好嘛？那有没有人知道要有一支好的这个通讯，有一个电信，对不对？那也要一支好的手机啦。所以呢，有好的远传电信之外，要不要搭配一个好的手机？要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介绍我们 HTC One New One 的手机，相信大家对它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最新出来的宏达电的品牌。那有没有人知道这款手机啊？它有几个颜色？三个哦，是哪三个颜色？黑色、白色、红色。那红色它的全名叫魅力红的颜色，但是魅力红的颜色在别家店庆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为什么？我发现你是都没有拿到礼物，是不是都没有拿到 BB 霜？那你要大声一点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只有在远传电信才有？因为远传独家。哦，独家的，所以我今天去别家电信可以来申办吗？可以，可以申办，可是是别的颜色，你可能要自己烤漆，好不好？所以来到我们远传店需要烤漆吗？不用。就是什么样的颜色？魅力红，很好，我觉得你答得非常的大声，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红色衣服都没有拿到礼物。都没有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你在等我 Q 你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下一趴有一个游戏要找你上来玩。好，除此之外，你不要笑好不好？不要笑那么大声，待会是好康的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刚刚说 HTC One 有这个红色的颜色，魅力红的颜色，还有一些特色。你知道 HTC One 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刚刚后面有让人家体验，你都没去玩，是不是？刚到。那你待会记得要玩一个小时才能离开，告诉我们那个 HTC One 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告诉你们，它有个实境相簿，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实境相簿的意思，它不但可以拍静态的照片，怎么样？还有三秒的动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的照片会不会动？会。死的可以拍成活的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有没有看过小叮当？以前就有看过什么照片可以变成自己体的，有没有？这时刻呢，在我们的 HTC One 可不可以发生？可以。所以待会你们想要体验的话，可不可以去New One那边来做体验？可以哦。接下来我知道你们真的等很久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的活动，所以我要送给大家不一样的礼物，这样就是我们去角质霜，你们想要吗？真的很想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第一个来，请上台，请上台，请上台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有你也是啊，你也是啊，来来来来，一起一起。那 AB 再选，对对对，我有插上，好，来来红色衣服的，来来来红色衣服的，请，好，再找一位，再找一位，好了，再找一位。我觉得红色衣服的感觉就是有备而来啊，跟我们穿一样的情侣装。好啦，现场有没有情侣档的？有没有情侣档的？开放一对情侣档，老公老婆来到现场，有吗？还是如果你是没有老公老婆情侣在现场没关系，或者是你有那个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有吗？来来来，请来到台上啊，我们来送礼物给你们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来啦来啦来啦！耶、yeah. ，是情侣吗？是吗？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刚过完父亲节之后呢，情人节就是为你们来开始的，好不好？来，
我们一起来到舞台正前方，来，对彼此熟悉吗？在一起多久？一年呢，想必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哈。来来来，我们男生站在正对面这里，站在正对面这里。那因为你们是一对男女朋友嘛，我告诉你，台上也是一对男女朋友，只是你可能看不太出来，很好笑，真的，我也觉得蛮好笑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玩的游戏就是呢，因为我们有特别跟我们韩信的这个美妆品牌做合作 ，Eight Two House。那待会我会请 AB， 就是我们水漾天使呢，直接的在女生这里呢是抛弃式的唇笔啦，帮你涂那个我们 Eight Two House 的这个口红。那待会你也是会被涂的，那我会请你们呢亲吻在我们的板子上，男朋友你要猜哪一个唇印才是他的，答对的就把礼物带回去，了解吗？了解。好，我先请你们两个背对背对背，好，背对背，好，请我们的水漾天使帮我们服务一下。那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擦啦，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 Abby 帮你擦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小交上去，那不干我的事。那待会亲了我们的这个红唇烈焰的板子呢，看你是要亲的比较大力一点呢，还是亲的就是很像樱桃小嘴的感觉都可以。那前提就是呢，你要让你的对方，你的 lover 呢认得出你的口红是哪一个，这样子就算任务达成。男生是第一次擦口红吗？还是其实蛮经验老道的？然后私底下有这样的癖好有没有？好，擦好了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请两位呢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任意的留下你的唇，任意的哦，随意的好不好？随意的，你可以就是亲的特别用力还是怎么样？哎呦，确定真的假的？要把板子给亲破是不是？哎呦，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哦！我不知道是谁亲的很大力。好，两位都已经成功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要请两队的男朋友面向前方。来猜猜看，不能打 pass 哦，不能打 pass 哦，猜猜看你的爱人 lover 是哪一个唇印？猜猜看，猜猜看，男朋友说句话吧，哪一个是你女朋友的唇印？很难猜是不是？还是你要猜这个？这是我们后置的啦，这不是唇印啊！哎，哪一个？右边还是左边？很难猜，对不对？感受哎，你刚刚还说很熟悉，在一起一年了，猜猜看，左边还是右边？还要猜男生？这么难猜，还是男生你先猜好了。你要猜男生亲的吗？哎，不能看他打话的哦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很相信左边的。哎，同学，我们这台舞台活动才20分钟，也快一点，哪一个？左边还是右边？这么难猜哦，随便猜。右边。右边，那你猜哪一边？你也可以猜右边。右边好，那一定有人是答错的嘛？好，你有认真在看对不对？那谁答对了？谁答对？我答对。掌声鼓励！哎，来，这两队先站在台前好不好？先让你们两个合照一下，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耶！在一起。好了，不要闹你们了，赶快送给你们的礼物好不好？来送给你们礼物，回去可以供家用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答对了，我就送你们2包。那这对情侣，因为他们也很认真呢、啊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说，两边也靠近点，靠近点，我要送给你们礼物。好，这对情侣也上台来拍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两位一起上台帮你们拍一张照。来，请上台，谢谢两位帅哥，真的是情侣在一起一年了，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一人一帮我们去角质霜，请看前面，一二三耶，要不要更亲密一点的 pose 啊？拥抱之类的，拥抱，还是 kiss？ 公主抱，公主抱，怎么样？公主抱怎么样？还是你要公主抱他？好啦，掌声谢谢你们。但是你们待会先不要离开，因为 Abby 要送你们一张甜蜜的拍立得，你们可以先来到旁边等我们一下下，好不好？马上就帮你们拍了。那这边前面的朋友一定觉得意犹未尽啊，因为你们刚刚可能都没有拿到礼物，有没有上来互动玩游戏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没有人想要上来玩游戏呢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没有带男伴或女伴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上一场活动一样是整体
影，好不好？请你千万不能离开，找你的男伴女伴来到现场，有没有？只要上来玩游戏的话，就送你们礼物喽，还送给你们加码的甜蜜派立得。那么这场活动就到此呢，告一个段落了。现在时间，我们 A 品呢会来到现场，让大家来送给大家我们甜蜜派立得的时间。所以呢，请所有朋友呢，千万不要离开活动现场。那我们也请大家呢，跟着 A 品的脚步，来到我们活动现场来进行我们的体验。只要有下载 All Music 的朋友呢，就可以送给大家我们甜蜜派立得。好，这两位请留步，我们要帮你们拍照。先下载一个 APP 叫六五三请至 S 三号柜台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活动的背板马上变身，一秒变身为情人节的背板，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背板前面来合照。那你可以拿你的手机，或者是你有帮我们下载 O Music 的话，直接免费送给你甜蜜拍立得。也欢迎大家呢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哦。如果你想要站在台上来做合照的话，也欢迎你自己可以站上来来做合照。那最重要的是，请大家要拿起你的手机帮我们打卡一下。我们今天的活动呢，保证是让大家呢可以拿到很多的礼物。那同一时间呢，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在每个整点聚集到我们舞台正前方喽。一样，一两个都有。